多伦多华人社区蕴藏着大量的青年音乐人才。夏末才欢送了一批卓越的青年音乐人才去北美顶尖的高等学府去深造，初秋又迎来了一批新的青年音乐人才，在多伦多艺术家中心主办的秋季新人新曲音乐会上展示他们的才华。音乐会节目丰富多彩，中西荟萃，形式多样。钢琴独奏有 Hanson Gao 演奏贝多芬的悲创奏鸣曲， Olivia Ho 演奏肖邦的第一叙事曲， Claire Huang 演奏肖邦的音乐会黑键练习曲。歌曲有 Julia Zhuang 演唱的选自歌剧魅影的不知何故又来了， Michael Zhou 演唱华晨宇的永远。小提琴独奏有 Austin Zhang 演奏卡巴列夫斯基的 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室内乐有 Alex Mann、 Stella Lang、 Rushang Lu、 Claire Gao 和 Apple Gu 用大提琴演奏赫律厅的游击队之歌以及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合唱有列治文山金歌合唱团演唱李子恒的秋蝉和陆在义的游子情思。音乐会还有由青年交响乐团协奏或伴奏的曲目，包括 Celine Wang 演奏莫扎特的第19首钢琴协奏曲， Jackie Lee 演唱李海英的弯弯的月亮， Ivanka Lu 演奏弗莱的挽歌，以及 Arthur Zhou 维瓦尔蒂的小提琴协奏曲秋。音乐会的时间是10月26日晚上7点半，地点是 Yorkminster Citadel， 地址是1号 Lord Seaton Road， 票价仅10元一张， VIP 31张。购票可电话 416-497-6411 或者电邮 castcontactus@gmail.com。